我回来啦，刚刚跑去放东西。这啥？追加了玉狼龙，玉狼龙会完成故事后出现在巨魔之地的监视面积能力单个体登场。追加了冰雪，哦，有雪了哎！移除单手剑对扣样的时候初期造成伤害的反应，当片手剑对。可灰肉之嘿，当变手剑对空调整变，对嘛？我就说这个版本才是片手剑最强的啊！然后我去截个图，我就说这版。多了这些啊，麻痹是。什么丢失影格啦？哦，为什么又丢失影格了啦？竞争武器远程武器增加了，选择要从任务中归来地点的设定。看一下，好，开始问安。绿茶牛奶安安，空雨安安，李赫赫安安，一亮安安，凯心安安，北面安安 ，RUBYCHEN 安安。啊，记得要分享，分享才会破10000啊！陈小琪安安，老巨安安，感谢老巨25颗星星。还有谁？木瓜安安，好，没了。来玩一下吧，自己建立集会区域，决定。我有时候把老居那个居啊，因为字太小，看成老鹰，你知道吗？就看成老那个老居安安这样子，老鹰安安啊。手侦测到两个错误，他小。现在还在万福记哦。小马安安。やるわよ。探していた。早速だが、実は、できれば、そうだな。そこで、私は大団長と共に長い目で見れば、何か。だが、まずは確認しよう。よろしく頼む。FB 又吃我留言，没看到部分人的案，用电脑看看啦。那个绿茶牛奶说 ，FB 又吃他留言，没看到部分人的安安。
如果要把聊天室弄回来，我要再去重新设定东西啊，所以，哦，有得设定了耶，好多东西如果要用的话。哦，然后我又学了一个，我就最近又在练另外一首了，那个。我没有看谱，我现在不能看谱。搞不好晚上会继续魔物猎人啊，因为刚刚有说了新魔物更新嘛。快按掉！好了，靠，一沾到啊！他任务叫我去哪里？冰原啊！我要先把那个这样子的话，我要把冰原的那个洗掉，不是洗掉了，然后把熔炉地区的洗，岩浆地区的洗掉。道具炼金不要。等一下，你们是有打字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怎么没人打字啊？坏掉了，坏掉了吗？调整环境，然后把岩浆地区变成 level 1。决定。然后。更变道具。更变没有啦，我好奇怎么聊天室没有人打字。更变装备，出发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显示血量的是不是不能用了啊？啊，算了，那个不在。最最安安，巨魔之地，出发。
想不到什么废话。好，没问题。怎么还可以？只是新的是什么？啊？啊，这个啦。嗯，看一下哦。在哪里啊？拇指太大，真的。哎，说到现在去哪里？监视灭尽龙力战呢？咦？不是啊，啊，我怎么没有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啊，怎么开龙岩地区？未探索，设定目标。哎，雪地在哪里啊？还是我要去接任务，从任务中归来？没有显示血量的啦。哎，蛋呢？嗯，掉哦。我刚好看到主机，我没拆，是不是？来无耻流，承接任务。特别吗？哦。半个月没打魔物了、欸，问号问号。相棒，こちらに道ができています。どこに続いているんだろう。相棒、ここに通れる場所なんてなかったはず。你穿这样当然会冷啊。
のいてちのような気候。火山のような場所もあるし、この地は一体どんな風にして成り立ったんだろう。本当にワクワクします。玉狼毛すごい、すごい、強いエネルギーを感じますね。これって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。人王が足の痕跡です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你用拔的就拔起来了，我还要拿刀子出来刮一刮。相棒は調査の続行を。输啦！你跑屁呀、啊！输啦！震えるほどに赤く、まがまがしいほどに黒い雷とともに。救助机。神王が亜種が現れた。そんな目撃談もあるようです。念のため打ち消しの身の準備を。烤鸭有没有热饮啊？要开始吃热饮了哎，我没热，哎呦哎！呀！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。是你吗？神王が亜種、本当にいました。嗯。白痴哦，你要钓鱼啦。那、哦、好漂亮哦！来，就归来。完全带错属性啊！咬四十级，四十级，四十级。哎、欸，雷狼龙怕什么？快告诉我！玉狼龙怕什么？我们带错了哎、欸。是怕火啊？
我要干嘛？哦，算了，打。怕雷哦。小圆，
哪部？刚刚啊，更变装备。怕雷吗？我换了雷一样不痛。啊，怎么又是你？どうなさったのですか？有什么事吗？余力はあるか？今帰還するところで。見てもらいたいものがある。来てくれ。ほほほ。有什么东西看？这里有大岩蛇。そいつは言えん。先入観なしの意見を聞きたくてな。搞神秘耶。ここだ。搞神秘什么星座？天蝎。行くぞ。还是水瓶。こっちだ。
食いの花は聞いてきたか。哇！哇！我刚没看到剧情，我在玩拇指琴。確認します。我确认一下，真的是大岩蛇的大便。哎，这是打明次龙之后要打的地方吧？我有看过人家明次龙的地方。你看，这就是塑胶袋。哦，原来是壳哦，靠腰。我也是塑胶袋不分类还是怎样的，造成环境变迁怎样？まさか。Yes， 是塑胶袋。哇，你看，这就是吃塑胶袋中毒后的龙变成这样子。哇，龙会脱皮耶。ゼノジーバ。ゼノジーバ。もう何度も脱皮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。ということは、やはりそう思うか。まずいことになったな。戻って作戦会議を。急ごう。急こう。わお。急げ。あれは屁啦！他以为他有护目镜哦。没有。我想什么后面金龙的毛看错了，我在想他刚刚以为他有戴护目镜那种，就是眼镜戴太久，突然要戴隐形眼镜，就会这样子推了一下。你看你的 upper day 对哦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。交易船，购买需求。所以这样才有名那个啊。承接调查巨魔之地出发。我选单里最佳教学。哎呦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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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去这个训练场看一下上次伤害有多高。上次测完伤害一套是1000多嘛，因为那时候就有人说什么冰原的那个片手很强，我说片手很强要下一个版本吧，我想说片手你全部接完有跟锤子什么挖沟打一套的伤害一样，怎么可能是这版片手强。我不是要打你，不是要打你。不是要打你，不是要打你。更变装备啊！可是我片手的装备已经拔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也可以吧？然后更变装备，片手剑。
哇，这样就三百多了哦。哦，没事啊，航班就三百多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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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没事儿。我勾那边干嘛？我勾这个才对。来试试看哈。屁啦！你看这伤害1400，之前设是1100啦。哇，哇！伤害高欸，还没吃饭哦，不然打完应该有1000。巨魔之敌，中央区域，所以雷狼龙的下一个升级是御狼龙的吗？还是御狼龙是额外的？我去看看。完成了，失去向龙人族报告。好，等一下，太爱死了，强化装备。生产哎，不一样哎，武器重显示。御狼衍生，哦，有要打吗？要打巨魔吗？有没有队友要打巨魔？缅甸在哪？摸摸。有没有打？有没有打巨魔之地？没有的话自己打咯，跟变装备。你可以，你可以就来集会所啊。啊，我是要打雪地的怪哦，我要把那个。我要去抓雪毛鸡，巨魔之地，出发。就礼拜四哦，没事，所以晚上真的可能就是玩魔物猎人了。嗯嗯嗯嗯嗯就不嘎，跟变装，
安奈斯没有来哦。分辨装备。奈斯没有来。奈斯。海林安安。完了，所有繁星，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。用餐券，用餐。来哦，萧院跟海林说安安，牛奶跟海林说安安。以后我要这样子讲吗？不然你们又说吃留言看不到。然后我要说，海林对萧院说八七这样子。又出魔物，雪地靠边啊！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你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哭啊，哭啊 ！Yes。又出风飘龙。
没有，因为聊天室会吃留言不是吗？我就帮忙翻译啊，帮忙传达。然后我就说，刚刚海玲说校院八七啊，然后校院骂海玲啊，这样子，他骂你，你才核心这样子。给我好好去追哦，找这么久，安安哦。耶、没有啊，我说 我比如说我可以举例啦，你看现在就吵起来了，天啊，你看我是不是成功了？没有啦，就是你们有时候看不到聊天室讲话不是吗？啊，我就是从中间帮忙讲啊，懂吗？有懂这个意思吗？怎么换位置啊？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
要打什么字？道具袋，然后跟变排序。分辨道具啊，巨魔的道具满了，调查报告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最会那种讲，让人友情破坏的人，你要怎么讲？最会离间啊，对，离间。Nice， 你打什么都行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好，自己讲。啊，冰的好少哦，这就风飘龙。猛牛龙怎么龙太多了？轰龙不行，轰龙也很多。好少冰的哦。没有熊爪跟雷二这两只叫出来的话，等级加很少。加什么比较多啊？监视灭镜龙。好啦，打一头监视灭镜龙吧。狂怒恐暴，嗯哼哼，よし，哇，老鹰耶，诱导监视灭镜龙，跟变道具，走吧，走吧。Nice， 你是不是常常人都突然会不见啊？很恐怖哎！Nice， 奈斯，
啊。这边应该就没有营地了吧？要许我，我的一个茶还没喝完，就打开汽水来喝。傻眼，好冰！刚加多少？看一下。调查报告。哎，家还好哎，继续打风飘龙，我真打风飘龙了，其他都家好少哦。Nice， 你又发呆了 ，Nice。
对耶，还要挖石头哦。忘记了。大家不爱看魔物又没差，正常啦。总不能一直开魔，不是魔力啊，麦块啊，我也有自己想玩的游戏啊。没事啦，
不然下次玩一个更没人要看的游戏怎么办嘞？是吧？哎，我讲真的哦，你们这样子比人数，其实我看在这边我会很难过。尤其是像礼拜一的时候啊，说今天的人数多少多少多少啊，我也只是跟你们讲说啊，其实看得很开心之类的，然后你们就会拿什么哪一天的人数来比啊，我就觉得哦，没办法，人就是会来看就是会来看啊，毕竟我不是偶像。你渐渐看懂这游戏。不是，我就跟你讲说，这游戏很简单，就很像那种 RPG。今天就是你要嘛是有人有 NPC 委托你去狩猎，要么就是你缺材料去狩猎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为了我现在是为了提升这张地图等级，一直在拼命狩猎魔物这样子。没有啊，很早以前我们聊天室就是说。什么爆人数啊，比人数这个一定是被 ban 的哦，一定被 ban 哦。承接有出魔物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今天不是说谁错怎样的，就只是单纯比人数这个的问题。就是好奇怎么知道他们的血量，就是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会装一个 mod， 它就是会在荧幕外面显示一个血量。那有些人喜欢装这个，有些人就是排斥这个，就看人啊，反正不影响什么东西。那再来就是看左下角这边会有魔物的心跳声，当时我没装这个，我们都是看魔物心跳。那魔物心跳如果越平的话，就是它越虚弱，就可以抓了。哎、欸，现成的风飘龙哎，哎、欸，走啊，打现成风飘龙，你先打，我换个装备，更变装备啊，然后再就是武器的问题。那武器每把武器，像我讲的啊，玩法都不同。像我刚刚拿大剑，现在拿太刀，所以其实操作都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可能你玩一玩，玩到怎么突然变脑残，就是我还以为我还在玩笛子啊，还在玩锤子啊这样子，然后按法都不一样。白痴哦、喔！他刚要吼的时候被你断掉，剑切到的时候。
很多元玩法，没有啊，就比如说你今天大锤玩腻的话，你就可以换一把武器玩啊，就看你要不要玩而已啊。啊，有些人就是，有些人就是执着于只玩一种武器啊，像猫之翼啊，就只玩大剑而已啊，只要玩别的武器他不要啊。像其实这些光柱也是 mod 啊，平时不会看到这些光柱啊，只会看到地上亮亮的一颗。啊，有时候真的是老人家眼睛不好找不到，才装这个。我反而没看到骨头欸。有痕迹哦，奈斯。哦，看到了。
吃午餐，午餐。是啊，我等一下要吃午餐的啦。牛奶，拜拜。这不是没骨头啊，只有矿而已啊。有骨头吗？有骨头吗？有骨头吗？有骨头？是不是没有骨头哦？都没看到骨头哎、欸！我刚刚看到海林打字啊，不打牛奶拜拜吗？我刚刚什么牛奶人拜拜？什么东西？调查报告。你要先休息了，好，拜拜。雷二龙，哪里的？哦，冰的，好，就是你啦。怕睡着，我们来听歌。我的电脑低潮。
哇哇，又晕啦！我靠！发屁哟！啊，这是打完我们换游戏吧，换游戏比较好挂网，挂魔物不知道怎么挂、啊、你知道我看一下你打字就死了吗？姬超，
好热哦。双翼风飘。够了没啦，靠腰啊！怎么这么少啊？啊，爱困。不爱困啊，休息吃面。哎呦，では状況を確認しよう。まず、哇，我忘记跟他聊天。こっちはお前たちのおかげで、要看剧情。早くも本格的な調査に取り掛かれそうだ。ありがとうな。ありがとうな。そして次だが、深く落ちゆくような地形の奥に、とあるモンスターのものと思われる抜け殻を発見。さらに、巨大な赤いモンスターを目撃したと。他知道吗？这边就只有队长一个人没看过这个魔物，其他人都看过呢。いずれとも一致しませんでした。そこにいたのはゼノジーバなのでしょうか？ゼノジーバが脱皮を繰り返し、生体となってあの場に。わからない。だからこそ、そう、そこでだ。司令官、提案がある。一度少数での様子見調査をさせてくれ。大团长加油。今後、やつの調査は大人数で行うことになる。だが、やつが何者なのか、本番の前に、いわゆる石膏ですね。ただし。
ある程度探ったら切り上げること。これが絶対の条件です。承知した。深追いなし。そうと決まりゃ。相棒。好奇心には勝てないか。他でもない。君なら。それじゃあ、今後についてまとめよう。まずは特殊な今後の大規模調査に備えて、周回エリアで受注できるように手配しよう。クエストの目的は、奴の行動はもちろん、新調査団を挙げての本格的な調査は、お前が持ち帰った情報を分析以上だな。私は、君たちが奴と。それじゃ、周回エリアに向かうか。哦，你不是那边没有哦。啊、不是啊。お待ちしてました。这我一个人打得过吗？打不过吧。欸，所以可以现在可以打名次龙了，是不是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打不打不打，不打不打，不打不打。ごきげんよう。是，晚点再来打吧。我们现在吃饭，吃饭喽。啊，那个，我要讲一下，我要讲什么？啊，不是听说明次龙是25号才有，所以我这个算是明次龙前置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？先击退他一次，这样子。打到一半会跑不掉，我打好了。算了，晚点再打。我们先来开麦快吧。
好，就这个画面了，我们来吃饭。我来吃，哎呦，午餐。这个画面 ，OK。这个是你们最爱看的画面吧？你回来了 ，Hello。没错，我上面有苦力怕的生怪砖，没有啦。我那时候早期玩的时候有苦力怕生怪砖，还有那时候就想说有苦力怕生怪砖啊，玩过，然后才知道没有苦力怕的生怪砖，野生的啦。那时候是因为那个模组里面有，不是模组，我不是说早期玩的时候是跟别人一起玩一个伺服器的吗？那伺服器里面有苦力怕的神怪钻，我该吃什么食物？黄金面，黄色的面啊，只是这个分量应该是三个人分量的啦，我只不知道为什么要煮那么多。我天哪，天哪！对啊，三个人分量的啊，超大碗，跟你讲，这个碗工是，你看像，这个碗工比脸还要大很多，有点像斗笠的那一种了。我后来想想啊，我其实可以到那个碉堡的坐标盖一个地狱门，然后在那个碉堡坐标的那个主世界也盖一个苦力怕的神怪平台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幻雷的那个三叉戟，这样就有凋零头颅啦，所以就不用什么掠夺了，对吧？我们很聪明。
好烦哦，没有记谱，好烦哦。所以那边其实要放那个，箱子。其实效率很棒的呢，比。虽然比不上水流式的啦，玩铁琴不是欸，是不知道欸，这叫卡林巴琴啊。我现在在吃偏午餐的晚餐吧。喂，团团合奏不可能啦，因为。我本身没有音乐底子啊，我就算看琴谱也会弹错的那一种啊，是按好玩的。猪油骨不可能好吗？那个，你猪油骨可以用直笛吹得出来，那卡林巴琴就一定有办法。哇，怎么多？你在坚持什么？然后昨天我们那个谁，我们私下有在聊那些麦块的东西，因为 1.16 了之后的东西，然后就讲了一大堆，我就讲得很清楚给他们听，我说哦，繁星真的很有研究，我说没办法，最近玩那个生存之后，又跑回去温习很多东西，我们就聊就是麦块不要一次更新太大量的东西，就是都是。一点一点一点一来，因为 1.14 之后更新的东西太多了，业妹啊，然后工作台啊，工作站那些东西，就一突然很大量的东西过来，那时候就是造成没 我不想玩的原因。而且当时 1.14 吧，太多附魔可以选了，既可以防爆火焰保护，又可以保护爆炸保护啦，火焰保护又有保护，我觉得哇，
那个就是做坏的啊，不太想玩了。工作站比较复杂是那个啊，我那时候喂好多，我记不太起来的是那个高炉跟那个烟熏台这两个东西，我比较记不熟，因为没有什么在做。高炉跟烟熏台还要再看一下配方怎么合。讲台啊，还有什么？讲台切石机我觉得比较好用，我就做起来。讲台好用是因为那时候洗村民的时候要用的。哦，只到1.10.2，哦，所以那算 bug 哦。王玉床安安 ，WUHANK 安安，还没跟你安过。其实可以盖更有效率的，但是我真的都是懒啊。没有更有效率的条件，就是你工程要很大啊。我就是真的是懒，没人跟我一起盖，或是没怎么讲，没人帮我，没人陪我盖，我就动力会失去很多。我现在比较担心是轻松生存，我们的凋零骷髅头要怎么打？一凋零我们就回不了血，一定是等死，人身上带一大堆药水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。对啊，能回血的阶段就只剩下可疑的汤嘛，雏菊汤、金苹果。药水，这三种。哦，还有不死图腾。我是蛮期待轻松生存蹦出一大堆那个突袭事件，因为现在已经有村庄了，所以一定会很好笑。不是凋零骷髅头，碉堡的凋零骷髅要怎么打？被烈焰神烧，顶多喝那个啊，喝那个抗火药水。没有凋零王，当然是防爆好打，好打多，直接在那个主世界就好了、啊。主世界直接 放个泥土卡它就够了、啊，这种是你要有凋零头的来源啊。你被摸到一下就真的等死了、欸。不是啊，你盖凋零生怪场，那个怎么办？你也会碰到其他的烈焰神啊、龙岩史莱姆啊。那凋零场我的那个盖法，二三楼都没问题啊。最重要是顶楼那个问题。顶楼的话，你用上半砖，又顶多就只能你盖个一样盖的那个上半砖。然后在上半砖的上面再盖一个下半砖，这样子生怪压制，就不要让上面再生了，就都卡头这样子。能做到就剩这个了啦。那再来就讨厌的那个史莱姆，烈焰神就真的还好啦。烈焰神你只要喝抗火药水都 OK。那还有地狱也会出现那个啊，枯宫。
欸，好多哦！刚刚不是才三组多，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。哎呦，选项好啦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里面就没怪了。你真的显示太远的话，这个也不这不会跟着烧欸，很好笑。还是我那时候应该挂在上面，这边没有读取到。也不会啊，煤炭。这些猫好像塞沙哦。既然以后。野猫，他说野猫要十只，那不可能啊！还有抓了那么多只，不过抓了那么多只有些好处吧，就是我上面有藏一些猫。时间快到了，我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哦、喔，带个方块上去。该不会爆吧？好，里面没有了。我的打嗝声，我刚刚打嗝哦，我没注意。等一下哦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这里吧？哦，对，这里。好，我现在就这样子卡，看到没有？角落先卡一只猫，因为你如果要这样盖的话，你这样角落都不能盖那个，这样水流的话，你因为猫盖中间其实是最棒的啦。啊，可是盖中间你苦力牌就会往外面走，所以这个适合盖就是那种独立的水流冲下来的那个苦力牌。可是就懒得弄，不是水流冲下来，就是一座，然后让苦力牌从周围走出去的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长方形一座，这样直接往上盖，然后猫咪只要卡中间就好了。啊，卡中间你就可以省下一个平台就一只猫。啊，我现在是因为盖两只猫。我开始了，听到声音了。呜呼！好大声哦！好啦，那晚点再看要玩什么吧。魔物猎人机会一半一半呢、啊，因为如果就只有那样子的话，那玩魔物其实还好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动力玩。你们那个 WW 不要洗太多啊，都被隐藏起来了。白目，讲过几次 WW 不要洗超过三个，洗到第四个就会被当作垃圾发言，还要我们审核过。在直播看首播吗？对啊，一直都这样子啊，已经直播看首播好像快十天了吧，已经一个多礼拜了。怎么开车？那我怎么了？只是说三二十五岁以前来得及，这不是开车啊！这不是开车，这是什么车？你为什么口口声声都是开车？
我差点刚刚第一个脱口讲出说乞丐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好坏哦！啊，这样子的话，酱油家那边盖钓鱼场好了。嗯，那酱油是什么？鱼那个什么养鱼温的吗？嗯，渔夫哦，好烂哦！他会在车站那边问你要不要了，要不要买包包？买啦，我们自己设计的，可以支持我们一下吗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可是现在不是有一些已经进阶了吗？进阶到连问都不问就直接丢给你，然后一看你要不要拿，你拿他会拿到你手上。先帮我拿一下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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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嗯，对啊，现在已经进阶了。好了，完成任务。你要做什么任务？要 F2 拍照一个正在附魔的人，他不知道。你拍到谁、欸、啊？刚刚谁去附钓竿啊？好，小雨哦。谢谢小雨。小雨完全没有感觉。小雨没感觉了。小雨怎么没感觉？完全不想理你啊！他是完全不见嘞、欸。哈。他连 F2 拍照，他灵魂都不见了。哇塞，直接不见嘞、欸！不能乱拍照，灵魂被吸走。他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灵魂被吸走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刚刚进到异次元了，没有，我刚讲完说他既不是都对人家大叫吗？然后后来没有听到回应，我就知道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进入异次元了。哦，对，他自己都称他进入异次元拍照。哦，没有啊，我说所以小友听到我刚刚说解任务完没有啊？你跟他自己就是拍完照灵魂就被吸走，他怎么会听得到？我的天哪，好可怕！拍完照的灵魂不见呢，要死我！太可怕了吧！刚是我解完任务了，用 F2 拍照正在附魔的人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听到。你这让我想到都市传说、欸，好毛、哦，好可怕哦、喔！哎、喔，不要乱拍照呢，不要乱拍照，不要拿相机乱拍，有都市传说的。哦，这倒是真的啦，不要拿相机乱拍，真的。尤其是你们不要，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作死，去一些微博的地方，真的不要去。对啊，哦，真的，然后在那边自拍，真的不要自拍耶，然后下一秒你就啊，耶，就看到后面有人跟你一起耶了，呵呵，有呀，猫咪呀，耶，那你就拿那个啊，就是脸部辨识，然后发现就多一个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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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恐怖！恐怖哦！不是后来很多人拿那种去测吗？超恐怖的。哦，对啊，就光在冲杀回他们。啊！一次我拿错东西，拿错什么了？拿错东西会变唐老鸭哦。啊！呱呱这样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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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呱什么？你为什么连呱呱都很敏感啊？不能呱呱而已啊，呱呱而已啊，啊、哦，而已啊，对啊，不然你期望听到什么而已哦？他希望听到后面几个字，好像有点失落哦。怀疑你在对一语双关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么聪明，我不会。是啊，就我、这边超好笑。我想到我昨天都在玩那个之前繁星玩那个僵尸那个，不是 GI 九了，僵尸啊，你说僵尸那个吗？出去抢抢城镇然后回来那个、啊。对啊，哦，我昨天狂玩哎、欸，我昨天玩到凌晨四点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，玩到快死掉了，真的很好玩，好吃哦，真的玩到快死掉了，里面也死掉了，我人也快死掉了。可是好玩哦！真的玩到天荒地老，天啊！直接玩到四点，直接爆炸！哦，大爆炸！哦是哦，不要！嘣！怎样？嘣！有人爆炸了！怎样了？怎样？哦哟，烂哦哟！啊，我要死我了！哦哟，哦哟，你居然在里面了，太棒了！哎嘿嘿嘿呀！半颗星，杀掉他，杀掉他！没有，他把怪物关起来了，我们要释放怪物。嗯哦、没有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们不要，你们不要打架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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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谁知道这么刚好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团团，那不行哦。好啦，你既然觉得我们前面都在跟在闹杰克是在闹他很气气的话，你就去告状吧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这边有认真磨人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去告状完之后，杰克是什么反应啊？拜拜。再见，快笑死我！我也不知道我们刚刚怎么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我没有怎样啊，没有吧？你怎么了？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也没干嘛，完全不记得我们还做什么。你们这群坏人！你怎么可以欺负杰克？你们怎么可以欺负这么萌的杰克之类的？啊？他可爱是事实的、啊，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啊。对啊，他今天没来。他很萌很可爱是事实，没错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。牌。对啊。你们有人需要命名牌？是。哎，我也有哎、欸，其实我也有了。不要。之后啦。不要。乞丐什么都要。好。哎、欸，有人说导游扮海女。对，杰克是。海女。海女。海女系的。实在很浅，不能当海女。那当狐女吧，狐女，狐娇女神。你是那个大舌头那个狐女吗？狐女吗？狐女，狐女，那个应该是我。啊！我在那边顾一整天哦。你要顾什么？顾一整天？你又想做什么？他顾怪吧？我只是想杀怪而已。你又想杀东西了？你又想杀东西？怪，我在替天行道，生性凶残。真可是凶残，我是那么个性温柔，对呀，整天想杀人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怪物在野外活得好好的，你就这样跑过去打他，说我在替天行道，他又没有惹你，我们就监禁起来。哇，没有，他们在做坏事情，我把他抓起来。什么坏事情？就是他们长太丑，吓到人。哇哇哇哇！哇，你的指控很严重，完了！不是说你啦，不是说你啦，不是说你啦！我被放掉水，你要跑去高空跳了？这一集真的很好笑的很多。有啦，我在盖高楼建筑啦。不是我没放到水，是我刚刚捞到 bug 水，我以为有捞到水，其实没有。挤牙哥，好坏哦！哇，放弃 game。没有，说这套衣服很崩。我以为你说你踩到衣服了，你是说胸部的地方太紧啊？对，那代表你长大了，你长大了呢。对，你长大了。怎么了吗？是不是看到什么三十岁以前都还来得及之类的吗？25岁吗？我说25岁吗？你又想河粉加香菜了吗？哎，加香菜都来得及啊！天哪，你们都会开车，你看我最不开车了。开车啊！开车怎么了？只是说25岁以前来得及，这不是开车啊，这不是开车。什么车？你为什么口口声声都是开车？真的？就因为你们在开车啊，这不是车吧？对啊。不是，你如果这是车的话，广告都开始在开车喽。对啊。哇，你心里有车，看什么都是车。哎呦，哎呦，很贵。开车。他好开心哦。没有啊，看，哦，所以你很伤心哦。对啊，我很难过。你为什么难过？因为我刚刚死了很多次。因为你捞到假的水吗？对。是呀。是呀。哇！哈？啊？不是，我家怎么会有苦力怕？屁
是不是有人是要偷赢苦力趴去炸别人？偷赢苦力趴炸的别人。白天呢？他自己是不是借工伤？我要借我接的工伤干嘛？偷接工伤。哦哦哦！这工伤超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还送我一整年份的这个东西耶！哇哇哇！真的假的？哇！对呀、啊，好哦，超棒的！下一次是不是就不只是崩而已、啊？没有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是啊，不要打我，打我，坏人！我喜欢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咯叽咯叽，打我打我！不行！哇！再听一次还是觉得很好笑。每次听每次笑。太多 W 了啦，白目哦、喔，一个一个打开很累。哦，我笑到泪乐出来了，天啊！还满意吗，大家？好啦，想听再回去多看几遍吧。我要去观台了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好热哦！来，再听一次。假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哦，超棒的。是不是就不只是崩而已、啊？对不对？我就说要戴耳机啊。哎、欸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是我不要打我打我坏人！我喜欢不要不要不要！咯叽咯叽打我打我！我不行啊！哇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剪片段的时候，好像笑了有四那个有八次以上吧。每一次哎，八次里面有六次都是哈基害我笑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。那个晚点再看玩什么？哎、欸，靠边啦、啊，忘记了。好啦，那晚点看要玩什么，再看我吧。那就到这边喽。感谢今天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记得吃晚餐哦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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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